一个断情绝爱的杀手，和两个仍心存善念的杀手，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更需要的呢？双日为昌，意为星辰明亮。昌河意在让暗河走出阴霾。 身为杀手，为什么把身份写在脸上？我们必须让大家长死。此刻的三家无人能和他达成交易。他是我的家人，只是与我做了不同的选择。杀手是不需要朋友的。保护大家长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 把你的位子交出来！出隐之咒，有内奸，若是他们也来杀我，你挡住我。那边以手中之剑斩出那条路来。百年来，鬼哭怨众，向来只能活一个。我们两个人都要活，我们会成为暗河百年来最优秀的杀手。你们一起长大，这一次。 一定要向彼此拔剑。是杀手，居然还想做老大，偏偏这个人，竟然是我孙长河。